首先，请问您这个在香港这段时间里面，过去在您这个脱离共匪的这个隐居界组织之前呢，这共匪这个压迫我们这个隐居界人士情形，能不能请您谈一谈？我这个是很短的时间，您大略讲一讲吧。这一个我们总觉得这个行动呢，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感情。是的，是的。嗯，爬到这儿来就知道这是。这是好，一个人想往好的地方去了。是是是。你想那边有什么，我就受的痛苦了、压迫了，那是一言难尽的。你听听这种短的时间，我也说不出，把具体的都讲出来，那就是实际不虚苦了。那么您现在这个等于是已经投奔自由了，那么您自己有什么感想没有呢？我现在的感想，我受到您的欢迎啊，欢迎受到您的接待、我是非常兴奋的。好，谢谢您。还有陈小姐，我想请问您，这个脱离了这个共匪的这个长城隐居公司之后啊，到现在为止您享受了一段很自由的生活，请问您这个回想起来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我觉得很高兴。那么您回想过去跟现在比较，在心理上有什么不同没有？当然很大不同，我觉得现在很自由。那么您这次回到祖国来是是为了什么呢？啊，我这次回到祖国来是跟蒋总统祝寿。那么陈先生您也是吧？我也是来祝寿啊。是的。好，谢谢你们两位，谢谢。